简单一刷用贩卖机买卫生纸不稀奇，现在还能自己当老板。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样，那你就看大家喜欢什么颜色。幕后推手就是他，72年次的阮胜豪，30年制鞋老店第二代，不乖乖继承家业，反而砸下超过500万搞创业，引进这彩色卫生纸。他觉得时尚啊，他觉得新潮的东西都是一下子就没了。你做那个没有意思，但我爸爸就是一双鞋子一双鞋子做出来，再加上这小小一包最便宜就要25元，都让他频频踢铁板。谈了一年，好不容易打进通路，超过270家门市都在卖，但条件有够硬，决定转个弯，用共享经济改推微型创业拓版图。我把中间所有各层通路还有货车司机的薪水省下来，share给这些可以微型创业的年轻人也好，或者有兴趣的人也好。那我不要所有的利润都被通路商垄断。因为从去年开始，贩卖机就在全台刮起热潮，而且什么都能卖，从奶茶再到彩色玫瑰，还有现点现做的意大利面。就连稻谷也能现碾，白米落下宛如行动碾米厂，各式贩卖机有够夯，也让商机再现。三立新闻采访郑彦龙台北。